女明星们的身材向来是大家关注的对象，特别是腿部，仿佛不拥有一双大长腿就不能算女神。最近网友评选娱乐圈新四大腿后，荣获提名的女星有倪妮、江疏影、迪丽热巴、王丽坤、张雨绮、关晓彤。她们无论是穿长裤或是短裙，都能凭一双细直白的长腿夺得全场的目光，成了时尚界的宠儿。但也有人注意到，带货女王大幂幂居然没有上榜。要知道大幂幂可是引领过下身失踪的时尚女神呐，一双美腿还被称为小鸟腿，看来要成为腿后，每个人的评判标准都不太一样呢。热衷半脸自拍的大幂幂，这两天终于有参加品牌活动的全脸美照供你们舔屏了。无论是穿着美美的礼服裙喝咖啡，跪坐在地毯上的性感撩人，还是穿着格子衬衫戴着毛线帽的俏皮可爱，大幂幂的每张照片都颜值爆表啊！当然也有一些朦胧美的半脸照留给半脸党了。大幂幂最近的工作看来也是很繁重，要兼顾拍戏和活动。在最近曝光的扶摇片场照里，穿着古装戏服的大幂幂一脸疲惫，一旁的小天非常暖心的给她按摩，手法还挺娴熟，就是不知道刘叔叔看到了会不会已经在提刀赶来的路上了呢。